台湾现在成为世界瞩目关心的焦点，因此为期三天在新加坡香格里拉的对话礼拜天闭幕，而中美防长的交锋，台湾成为话题之中的主题。美国的防长奥斯汀以沟通对话为基调，他和日韩菲律宾多个印太亲密盟友对谈，也跟中国防长展开破冰对话。他在公开演说当中重申美国对于台海、南海这些地区安全的承诺，而听到这样的话，中国防长董军高调展现战狼姿态，他的公开演说回敬左打台独，右批美国，同时以语带威胁的口气强调中国的忍耐克制有限。分析认为，他表态的目的是对内宣传，但可能会让国际社会对北京加倍警戒。谁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必将粉身碎骨，自取灭亡。周日闭幕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上，大陆防长董军不但针对台海议题言辞恫吓，还以不点名方式痛批美国等外部势力用切香肠方式掏空一中，甚至煽动菲律宾在南海惹事，严重干预亚太安全事务。在乌克兰危机上，中方始终以负责任的态度致力于全和促谈。至于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乌俄战局，董军以中国没有向任何一方提供武器，也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资，要把自己放在道德高位上，但中方表态明显不被其他参与对话的国家所接受，尤其是紧接在董军后公开发言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就直接打脸北京。 Yes, we are disappointed that some world leaders have not yet confirmed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peace summit. Unfortunately, there are also attempts to disrupt the summit. 他不但对中方缺席本月中将在瑞士登场的和平峰会表示失望，更直指北京当局已经成为普京的工具，与俄方联手试图阻止其他国家参与和平峰会，同时以美国和中国参与峰会的态度做对比，暗批北京当局嘴上说得好听，行动上却是更加与俄罗斯沆瀣一气。присутність на високому рівні, на найвищому рівні. Що стосується Китаю, вони не підтвердили свою присутність на будь-якому рівні. Це абсолютно дві різні позиції.乌克兰之外，近期多次在南海与中方发生冲突的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也在香格里拉对话上发表的主题演说中，以不点名方式直批北京当局在南海的非法胁迫与侵略行为，菲国在主权问题上不会屈服。 If a Filipino citizen is killed by a willful act, that is, I think, very, very close to what we define as an act of war, and therefore we will respond accordingly.小马可是也再度画出红线，强调北京的南海非法胁迫行径，如果造成菲国军人甚至平民死亡，都将被视为战争行为，迫使菲方启动与美国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I will continue to emphasize that our commitment to the Mutual Defense Treaty is ironclad. The United States can be secure only if Asia is secure.奥斯汀则在演说中强调，美方坚定维护印太地区的安全承诺，包括台海与南海，并将持续在印太地区保持威慑力，同时也会继续与中方保持沟通，管控风险，避免误判。在三天的香格里拉对话期间，奥斯汀马不停蹄地与亚太地区盟友展开会谈，包括与日本、南韩防长共同强烈反对在印太地区企图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的做法，并且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此外，三人也同意新设涵盖多领域的联合军事演习。奥斯汀与东协各国防长集体会面之外，还分别与菲律宾防长、马来西亚防长以及今年十月将就任印尼总统的现任防长普拉博沃展开一对一会谈。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China's strategic behavior.And the signals that it sent. 多国防长更在公开演说中用点名或者不点名的方式提出对北京当局在地区内行径的担忧，对于中国的高度警戒态度不言可喻。而中国防长在对话期间仅与日本、加拿大以及地主新加坡高层有公开的双边互动，不难看出亚太地区国家对北京提高警戒、保持距离的态度。We're working together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like never before, and many of our friends are working.with each other in new and important ways.
美方透过香格里拉对话加强与盟友之间的合作，甚至促成盟友与盟友之间的联系。不允许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损害亚太，不允许把地缘冲突、冷战、热战引入亚太。北京当局却选择在国际场域积极展现战狼姿态，分析坦言这么做的目的恐怕还是借机对内宣传，至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与对外关系恐怕收效甚微。 TVBS 新闻综合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